猫头鹰时间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映：华龙 Label、 新世界地产 Anita Wong、 Take a Rest 悠然阁、 Medi Radiant 时尚医美诊所。欢迎大家继续收睇 U 猫头鹰时间嘅。冇錯啦，咁啊上幾次嘅節目啊，呢個金蘋果雙星咧，我哋學咗一啲咧就係廣東話同埋國語啊唔同嘅講法，但係咧意思相同嘅詞語噶噃。係啦，今次咧唔知小金子同埋黃麗明咧又會為大家帶啲乜嘢嘢過嚟咧？咁我哋即刻咧送上呢個金蘋果雙星啦。金蘋果雙星。双星又同大家见面啦，我是 Kella 王丽明。大家好，我是小金子。上次呢，我们讲了人人都爱听的富足，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谈到大多数都不希望遇上的状况，那就是贫穷。系啊，我谂咧真系冇乜人中意挨穷嘅。不过圣经话俾我哋听，好多时穷咧，原来系由懒而引起嘅。整天闲游散荡、不愿意工作的人，你说怎么可能赚得到钱呢？没有钱自然就跟穷对上了。是啊，这种游下游下好食懒飞的人，不就是现在时兴很喜欢说的 hea 族咯，无所事事，喜欢在这里 hea 下那里 hea 下咯。那些好吃懒做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的大懒虫，你说他们能干什么活？是啦，讲得啱啊。细个嗰阵呢，我成日听到啲大人话大食懒起身晏，咁样我边度做到嘢噶？要是请到这些懒人做工，他们收了工钱，又没有好好把分内的工作做完，当老板的肯定就会给气疯了。系啊，其实咧喺办公室里面真系匿埋咗好多呢啲大懒虫嘅，佢哋一有机会咧就喳喳地地出去蛇王一阵，饮杯咖啡啊，打下牙胶，咁又 hea 咗成个钟啦。真的吗？嗯，那你说要是我当老板的话，我一定把这些躲起来偷懒的大懒虫揪出来，在上班的时间假装有事开小差，有事没事的找人闲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真的不应该。我见过有些人真的懒到出骨的，一听见有事做就即刻借啲耳咁闪开了。那些懒得要命的人当然最会找借口，要是推不掉一定要做的话，也会跟骆驼打架一样歇够了再干。唞够先至做，哇！啲功夫唔等得你噶噃，老板啊，梗系想请一啲抵得谂啊，唔怕蚀底嘅伙计啦，但系都唔易揾咯嗬。别以为多做事不计较就是吃亏哦，其实要是能够从工作之中学到东西，那就是赚到了。可是现在太多的衣食无忧的富二代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思，他们觉得辛辛苦苦赚这么一点钱，不干也就罢了。那些吃饱无忧米的有钱仔，看见鸡碎那么多的人工，又怎会有心机去做啊？叹下世界罢了。老实说呢，表面看起来他们不用为生活奔波，是在享受生活，但是说到底，这种人的内里却是贫穷的。对呀，这些人就叫做穷得只剩下钱。所以呢，我最欣赏勤奋的年轻小伙子，尤其是那些怀有一身本事的，周身都张张嚟嘅后生仔，老板啊梗系争住请佢哋啊！有边个唔中意嗰啲有本事做嘢嗱嗱临，话做就去做嘅伙计啊？其实黎明啊，我也是一个闲不住的急性子，说起风就扯烦，那说干就干，我是很爽快的。我哋都睇得出乔妈你根本系一个好爽快坐唔定嘅人。如果唔系啊，点可以一年到晚周围飞，为神做咁多工作啊？感谢赞美主，我已经一把年纪了，能做就要立刻做，谁知道明天如何啊？对不对？并且呢，还得殷殷勤勤地做。乔妈讲得啱啊，时间冇多了，要趁白日多作主工。最后呢，我想请大家猜一个谜语。嗯，这谜语是：老大懒惰，老二勤劳。
老大懒惰，老二勤力。对，老大即系一哥啦，老二。我估到了，老大不做事、老二呢不休息，即是一不做二不休。对，立明真的聪明，一猜就猜着了。那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做懒惰的老大，而做勤劳的老二。是啊，因为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就要富足了吗？再见，拜拜。游下游下，闲游散荡，好食懒飞，好吃懒做，大食懒，打懒虫，起身晏，睡到日上三竿，匿埋，躲起来，蛇窝，开小差，咋咋呆呆，假装，打牙膏，闲聊，懒到出骨，懒得要命，借啲椅，找借口，唞够咗至做，骆驼打架，歇够了再干。抵得谂，肯吃亏不计较。蚀底，吃亏。食饱无忧米，衣食无忧。鸡碎咁多，这么一点儿。心机，心思。叹世界，享受生活。周身都张张利，一身本事。后生仔，年轻小伙子。嗱嗱淋，爽快，话做就做，说起风就扯帆，说干就干，坐唔定，闲不住，老大懒惰，老二勤劳，一不做二不休，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言十章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守勤的却要富足，箴言十章四节。哇 ，John 啊，同你做呢一 part 咧，我真係好大壓力啊！點解咧？因為你係老前輩啦，乜嘢經驗又豐富喎，做主持啊口齒伶俐，我啊唔係啦，我新仔嘛。最弊你寫稿都係老前輩咧，我都係照稿讀噶，去背你嗰啲嘢出嚟，你自己讀翻自己寫嘅嘢，應該冇乜難度啫，係嘛？講下講下又好似係喎，不過跟住落嚟呢個環節咧，你都係駕輕就熟。點解咧？因為講唱歌。哦，我知啊，你梗係講緊你的歌獻兒康啦。咦，不如我哋而家就聽一下 Eric Lai 嘅歌聲啊。好啊，我知道 Eric Lai 咧好犀利啊，佢係一位博士嚟嘅喎，唔單止唱歌叻，寫書添啊。佢有本書叫做《小心女人》。但係我就知道佢首歌唔係《小心女人》咧。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 If you a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you're gonna meet some gentle people there.For those who come to San Francisco, summertime will be a loving day. In 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gentle people with flowersIn there, all across the nation.
such a strange vibration, people in motion. There's a whole generation with a new explanation, people in motion. People in motion, those who come to San Francisco, beneath some flower in their head. If you go to San Francisco, summertime will be a loving day. If you come to San Francisco, summertime will be a loving day. U 猫头鹰时间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映：华龙 Label、新世界地产、Anita Wong、Take a Rest 悠然阁、Medi Radiant 时尚医美诊所。